珊珊最近的状况还算稳定，而且呢，旧伤的数目也有下降的趋势。嗯，没坏没坏，不错哦。博士，博士，在吗？啊？博士在吗？这里有一封妙博士实验室收的信，应该不是情书啦。既然是实验室，那我来检查一下好了。亲爱的妙博士，哦，恒春半岛有一种生物，演化水域拓展至陆域，独特生理适应森林、河口、沙滩，成为优势者。随着人类开发的角度进逼，躲避人类的干扰。陆续上演死亡案件，要深入敌军救援，号召英雄好汉加入护蟹小队。护蟹小队，这个照片，你忙完了？哎呦，没有啦，不是，就是这个刚刚看到了一封实验室的信，有你的信。我有的信吗？对对，你的。因为刚刚怕危险，所以帮你检查了一下，啊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照片，哇，都开肠破肚了，然后真的很可怜啊，那个，对啊，都碎掉了，真的很可怜哦，不是啊，不是，我看得出来他们很可怜啊，可是那要怎么做？比如说，你不是只能吗？俗话说吼，人若呆，看面就知啦。你又知道了哦。那是当然的哦，我是活化石呢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厝边头尾达发生什么代志吼，我拢嘛知。而且吼，这件事情哦，死因离奇，连我做梦都会害怕呢，常常在梦中惊醒呢。博士，我惊了。你讲的没有错，而且呢，这件事情呢非常严重。阿凯，你要赶快处理哦，不然呢可能会危害上千条的生命啊。这个任务重大，要深入敌军救援，我心目中已经有很好的人选了。博士，你放心，交给我。很好。你不用怕啊，你在我船上呢是安全的喽。这封信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谁要写？他，我不要，我字不好看。我来念，你来写。好啊。在恒春半岛，有一种生物，它们经历长期演化，从水域拓展至陆域，独特生理适应森林、海洋、沙滩、河口。在白垩纪时期，有一群适应力强的生物逐步向陆域环境扩散。它们的脚转型成柱状支撑身体，为了克服陆地干燥环境，腹部演化出湿润的构造，让它们能够自由地在陆地上生活。恒春半岛成为它们后代的快乐天堂。你以为像童话故事般的结局吗？不，悲惨的故事才正要开始。这只眼睛萎缩，身体完整，还有半边部足脱落，身体残缺，还有这只背部凹陷，眼睛萎缩，腹部不完整。除了这三只以外，后面还有一大堆的螃蟹，它们的死因都非常的雷同，尤其是这一只
开肠破肚，尸骨无存。照我看来，这一大堆的螃蟹全部都是鹿杀所为啊！拜托，鹿杀早就知道了，重点是那几只勒，你看它身体那么完整，看起来也不像鹿杀，你还有没有看出什么其他的线索？代志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，是自杀、他杀、人为、非人为，不是你这种凡人可以理解的，好不好？等你想好，不知道要牺牲多少生命了。反正线索就是在恒春就对啦。是啊，错就错在我跟你竟然是 partner。鹿蟹宝宝，鹿蟹泥座，这个学校的吉祥物是鹿蟹哦，还真奇怪。说不定这是线索，可能他们刚好在守护鹿蟹，然后邀请我们加入。哎，有小朋友哎。对。手上拿好多。对，你看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嗯，海蜇炭。哎，好吗？这颗你手上的浮球，海边捡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是海洋学校，所以很多活动都跟海洋有关。所以我们不仅有那个大浮球，我们还有这种小浮球，也都是海边捡来的。然后我们会给它画成这样子，就会变得非常漂亮。还可以把海玻璃做成这样很漂亮的项链。哎，有鹿蟹的尸体，所以那封信是你们寄给妙博士的吗？没有错啊，这是我们寄的。我们想要请你们一起来重回命案现场，来抽丝剥茧。哦，告诉你们，有我的加入，案情一定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。你们找对人了。死相也太惨了吧！呀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长了一大堆蚂蚁耶！是啊，我们这边差不多都采证完了。很好，全部都带回去分析吧，千万不能砸坏我破案之神的招牌，知道吗？是是是。在恒春半岛，无论是山上、海边，甚至大街，只要有鹿的地方，都能见到鹿蟹的踪迹。为了追查鹿蟹的死因，我们决定循着第六感，跟着护蟹小队来到了森林。我们怀疑是先被攻击，才被鹿杀。案情有这么复杂吗？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在森林里，什么东西想要攻击鹿蟹？梅花鹿吗？而且我们现在一直往上走，难道敌军在森林里面吗？有这种可能，应该鹿蟹会出现的地方，它也会在吧？在森林里面有什么东西喜欢吃海鲜啊？壳硬又没有肉。对啊，你们真的没有搞错吗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小心你们的脚边，鹿蟹随时都有可能在这里。真的还假的？我觉得这里里面这里可能会有这一区可能会，哦哟，有希望，找找看，希望它会出现。你们这半天有看到什么螃蟹吧？几乎没有。我也是，好像就只有看到黄喙哲蟹。我发现了，真的还假的？在里面有一只，去看一下。不知道，刚刚拿树枝抽下去的时候，还有很明显的洞。看来我们运气还不错。对啊，它是什么名字啊？它叫黄喙哲蟹。是因为它的颜色是黄色吗？对，它的背有些是黄色的，有些是黄的，但是会有点灰灰的那样子。哇，它躲到那个木头跟木头这里面就有一个缝，我猜这里面应该也有一只。奇怪，在这个森林里面，怎么好像都没有看到螃蟹的尸体啊？对啊，不知道红云他们有没有找到。我们去看看啊！好啊，走，走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有找到鹿蟹的尸体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搞了半天凶手都没有抓到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破案之神的名誉就要毁了。我有个朋友，他一定能帮我们快速破案。我要来call他。对，很少，很少。那这一颗很大的叫水黄皮，它其实花朵开得蛮漂亮的。喂，古大哥哦，是，哎，是唐哦，什么事？我们在这里寻找鹿蟹的死因，可是我没有看到死掉的鹿蟹啊，我想请你来帮忙一下。你在社顶的步道吧？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待会见了。小朋友口中亲切的古大哥，曾经是恒春大名鼎鼎的猎人，现在是垦丁国家公园志工，还是港口社区生态旅游的王牌解说员。猎人般的鹰眼，没有什么动物能够逃过。一年365天，他有300天在调查生态、守护鹿蟹。2018年，和鹿蟹研究专家李正章发表的树栖性鹿蟹新种古氏宁向手蟹，以他的姓氏命名。哎，怎么办？我们晚上还有事情要做哎。嗨，古大哥，古大哥，哎，怎么垦丁国小的洞还在这边呢？因为我们来协助他们调查。古大哥，我们在这里寻找鹿蟹的死因，可是没有看到死掉鹿蟹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你可以来帮我们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的。哦，那既然古大哥你来了，那两位就交给您了。没问题。因为我们还有晚上的鹿蟹活动，所以我们要先去了。好的，拜拜。等会见。这边是我们的移民住宅，那我们的右边是一个冲浪圣地，你看那边有一个大海在那边。我有听到海的声音。哎，是什么东西在我身上爬？你先帮我看一下。蚂蚁，赶快拍掉。哦，还有你帮我拍掉，不然我可能会被咬哎。不会啊，你放心，这个不会咬人家的。这也许是我们等一下的线索之一哦。线索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找找看。哦，今天要调查的不是死因啊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东西了？就是已经死掉了吗？是啊，被什么攻击的？上面都是蚂蚁。这个就是你们要找的黄狂蚁了。好恶心哦！我们现在发现一个线索，就是说这边有一种物种叫做黄狂蚁。吴大哥说黄狂蚁可能就是杀死鹿蟹的凶手，但是我又觉得怎么可能？你看鹿蟹的壳那么坚硬，黄狂蚁它也不会咬人，那它到底是怎么把鹿蟹杀死？黄狂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死因吗？是的。那螃蟹它的外壳不是很坚硬吗？为什么还是会被蚂蚁喷蚁水？你很聪明啊，但是它每一个部足的关节都有薄膜，你看这边有薄膜，关节都有薄膜，没有骨骼，所以它就是透过这个薄膜把蚁酸打进去的，因为薄膜很脆弱啊。哦，可是，一只的小蚂蚁就可以杀死螃蟹？螃蟹很团结吧？你看一来就是一群一群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叫做超级禽肉。其实它是多蚁后的，你看这随便。波一波都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是很多蚁后啊，太可怕了吧？因为它到处都是草嘛，所以说它蚁后也多。对对，它不是单一蚁后，所以而且它可以在住在树的树洞哦。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很多树上都有在爬的，是不是？这边会有，然后树上也都会有。对呀，这个你稍微拨一下，一定都会有。你看，你看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快点！好，要用，还活着吧？还活着。当然活着，我们要把它救一下哦。对对对，准备水，赶快！水到哪里？到哪里？洗双手。还要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肚子那个地方咖啡色的是卵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它是它的卵，所以蚂蚁最喜欢吃它的卵了，因为卵有特殊的味道。嗯，所以它要抱卵的母蟹要到大海去的话，会通过这个超级群落的蚂蚁去，所以刚刚就被攻击，太危险了吧？所以这边的鹿蟹就越来越少了。垦丁树种鹿蟹近年数量大幅减少，除了栖地破坏、鹿杀等因素影响，经由垦管处调查结果证实，与蚁群野的大举入侵关系密切。哎，你们两个观察一下这棵树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？树上有很多蚂蚁在爬来爬去啊。哎，古大哥，那里有一个盒子，你是不是偷放私房钱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我在抓黄狂蚁的秘密武器。哦，秘密武器。里面是有放什么东西吗？不然怎么抓黄？它有个空间让蚁巢，蚁后到里面去筑蚁巢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打开来，里面会有很多的工蚁之类的。里面全部都是黄狂蚁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对不起。黄狂蚁加上它已经在这边产卵了，你看一大堆的卵，你看。所以这个我们就会收回去，那带回去之后就是冷冻起来，然后大概要至少冰四个小时，因为它其实很耐低温，所以如果四个小时以内啊，它其实是还会再活过来的。哦，对对啊，然后四个小时之后我们会把它取出来，来挑蚁后，看看一个蚁盒能收到多少蚁后。古大哥，所以这边附近还有其他像这种？这边大概超级多的，附近都是，因为这边是一个螃蟹的热区啦。你看我到处都有放蚁盒，你看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有。哦，有那边，对对对对，到处都有。
黄框蚁又叫做长脚节蚁，源于非洲，体长0.6至1.2公分，因移动快速且有长脚得名。它们生性谨慎，行动敏捷，容易躁动，特性不安，易狂乱窜，没有濒蚁阶级。平常所见的都是公蚁，最厉害的是它们属于多蚁后的群落结构，一个群落最多可达上千只，因此难以根除。它们会如此狂妄，是因为它们有个秘密武器——蚁酸。蚁酸具有腐蚀性，虽然蚬屑有坚固的外壳，但黄框蚁依旧能从关节缝隙处注入蚁酸，让蚬屑的眼睛失明，无法觅食及活动，导致死亡。这盒子打开来，开始要找蚁后了。找蚁后，哎呀，你看好多虫卵，这个蛹一堆。来，每一个筷子可以拨一下，看看比较大只的就是蚁后。你不要。比较大只的，你就这样跟我一样这样拨看看。找不到，我这个怎么没有？哇，卵很多啊，这个卵就是卵，白色的就是卵。好，我帮你找了，你这个一定会有，这个就是蚁后了。来，哪个？黑色的吗？黑色哦，对，比较大。蚁后为什么？它就是比较大只一点啦。蚁后挑出来，然后就包起来给垦管处，然后他们拿给研究人员去了解一下，那个区块有多少的螃蟹，这些可以换算出多少的蚁后。这些箱子在恒春半岛大概有几个？它的据点又是在哪里？我们目前放了200个，然后港口一个据点，那香蕉湾有2个据点，因为这3个点是目前比较多黄框蚁的地方，然后大概放10天左右就要回收了。嗯，这一个月会做3次。古大哥，那小的螃蟹会被蚂蚁攻击，大的也会吗？会啊，像毛竹岩轴蟹、凶狠岩轴蟹都会被攻击。啊，晚一点我带你继续去追踪。好。哎，师堂，你看，这个难得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来看看。什么东西？你猜猜看啊。喂，好大只哦！这螃蟹超大只哎。是啊，什么东西？椰子蟹。是的，是椰子蟹，这是肯定是很难得的。哦，它那么大只，它的繁殖跟自我保护能力应该很强，非常厉害吧？对，保护能力是很强，但繁殖就有点难度了，因为它到海边试幼之后，其实很多的卵啊都被小鱼小虾吃光了，所以它回来的数量是非常少的。那它这么大只，它是很长寿还是什么？很长寿啊，根据文献的记载，它只要长到4公斤，就可以换算成人类的100岁了。椰子蟹它在垦丁可以抓吗？不行，因为它是唯一保育类的陆蟹，因为在国家范围里面它已经非常稀有了。那它会被黄框蚁攻击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它体型很大，而且它的表壳很坚硬啊，所以我们还没发现过黄框蚁攻击它的。所以它算是很幸运，可以逃过黄蚁的攻击。但是它逃不过人为的捕捉跟栖地的破坏或路杀之类的。那它既然不会被黄框蚁攻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调查别只，才能更详细调查死因？好，那我们走吧，再调查别的。古大哥带我们去找。好，哇，小心这边。哎，来，这边有一只我的螃蟹。叫做古氏拟象手蟹，在这边，对，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它身上的斑纹很特别。是啊，然后有没有更特别的地方？其实它的脚是很细长的，然后它的步足很短哦，最后一个步足一节小小的，然后很尖，可以勾住这个树皮，所以它一生中都在树上，虽然它是树蟹的一种，它除了生小孩之外，会下到水边，不然它永远都在树上。我们一直认为这一块就是恒春半岛的陆蟹保护。我们现在站的地方，其实刚刚也有一只拟象手蟹跑过去。哎，在那边你看，到处都是螃蟹。这边还有一只江氏拟象手蟹啊，看到了，看到，对。然后这边有一只，你看又有一只的，你看爬树的。这里真的是保护。对，到处嘛都是有螃蟹。我们刚刚找很久都找不到螃蟹。这林头蟹呀、啊。它有点美丽的误会，因为刚开始发现是在林头发现的，所以第一只到第100只都在林头上发现，就是取名林头蟹的。但后来发现它其实任何树都会爬，但是它冬天会下来地上，所以它不全然是树蟹的一种，它是半树蟹型的而已。这个都是陆蟹的家，这个洞。哪个？这个，你看还有螯，断螯在那边，有没有一个螯？这边。有
猪皮红色的咬在那边，都可能是被攻击的。垦丁鹿蟹的数量与种类多样性，位居世界鹿蟹栖地的名列前茅。光是港口西，鹿蟹热点累积高达49种，是名副其实的鹿蟹之河。每逢中秋月圆时，鹿蟹妈妈会来海边试幼。原以为这里是鹿蟹天堂，但没想到蚁群也悄悄的入侵。这边还好，因为比较有啊有啊，这边就好像几只的呢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谁到这边来了呢？来到这里来了。是。会不会我们翻开图，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？有可能。因为毕竟，尤其在上面会。古大哥，你说它是多蚁后？对啊对啊，我想上面应该已经泛滥了。这个前一个月好像还没发现呢。啊。你看，这现在就有了。我们来了！嗨，我们终于找到杀死鹿蟹的凶手了，就是黄匡蚁。没错，黄匡蚁会将蚁酸注入鹿蟹的身体里面，那鹿蟹就会当场死亡。没错，而且如果黄匡蚁的蚁酸注入到鹿蟹的眼睛里面的话，鹿蟹不仅会找不到食物，而且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还会被鹿杀掉。所以我们发现垦丁鹿蟹死亡的原因，除了人为的鹿杀之外，还有非人为的，就是黄匡蚁。对啊，但其实。严格说来，它也可以算是人为的啦，毕竟黄匡蚁是外来种嘛。对，因为它也是人家出去，然后之后带回来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尽我们所能的去保护鹿蟹。没错。那我们这里呢，就会举办一个保护鹿蟹的活动，叫做“走石停石蟹血浪”。我们晚上呢，都会在这里跟游客解说有关于鹿蟹的资讯。好，那你们要来参加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欢迎加入。欢迎。谢谢。谢谢。耶。每年农历六至十月是垦丁鹿蟹繁殖高峰期，许多鹿蟹妈妈在月圆夜晚跋山涉水往海边试卵繁殖，完成使命。但路途中危机重重，他们在横跨马路惨遭鹿杀。为了维护鹿蟹妈妈的安全，垦管处每年在台26线香蕉湾路段执行停尸走石的护蟹任务，邀请民众参与浪漫邂逅。不是，小助理来讯息了。那你们的状况 OK 吗？当然 OK 啊，我们全案破解，深入敌境截取情报。哦，怡心，那你也是 OK 吗？我们一开始先跟垦小进行就是山野间的调查，那我们在寻找黄灰泽蟹。后来古大哥出现，告诉我们说，目前山林间还没有找到黄匡蚁的踪迹。那接着我们就跟古大哥去港口西那边进行调查。那他也有说，其实在以前港口西那边是没有发现黄匡蚁的，但是近年来因为黄匡蚁的数量增加得太快，然后族群太过于庞大，所以也逐渐入侵像港口西这样比较潮湿的地方。外来种的入侵，人类的经济活动啊，或者外贸活动也会带来了外来种，这样呢会造成对原生种生态的威胁，这也都是我们的责任啊。Yes sir， 博士，我们一定会谨遵你的教诲的。好啊，你们有发现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吗？有啊，垦管处已经在整个恒春半岛许多蚂蚁出现的热点放置蚁箱，每10天再去把那些蚁箱拿过来，然后把里面的蚂蚁能冻起来，拿出来之后挑出蚁后进行族群调查哦。好了好了，那你们赶快去继续调查哦。那我也要忙其他的事情哦。好，拜拜。博士拜拜。博士拜拜。不是，因为其实除了鹿杀之外啊，这个黄匡蚁啊，真的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你看，这些蚂蚁啊，哎呦，都要爬这上面。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注意啊。对啊。对。